咱做阵看袂明，伊的人，伊的心，像天顶的明珠，今夜的重情，袂使甲忘阮。伊的人，伊的影，变成花中的忧愁，梦袂想你啦。袂使黯淡阮中分，看别个心事，只有戆戆想。梦袂想你啦，爱的悲伤也温柔，搁再一杯一杯酒，搁再一杯一杯酒，心醉你着啥理由？咱做阵看袂明，伊的人，伊的心，像天顶的明珠，今夜的重情，袂使甲忘阮。伊的人，伊的影，变成花中的忧愁，梦袂想伊啦。袂使黯淡阮中分，看别个心事，只有戆戆想。梦袂想你啦，爱的悲伤也温柔。搁再一杯一杯酒，搁再一杯一杯酒，心醉你着啥理由？梦袂想你啦，袂使黯淡阮中分，看别个心事，只有戆戆想。梦袂想你啦，爱的悲伤也温柔，搁再一杯一杯酒，搁再一杯一杯酒，心醉。来宾，请掌声鼓励。哎，思良你好。哇，盛龙老师好。思良好，思良好。先跟观众朋友们问好一下，还有现场的。现场的嘉宾，还有各位电视机嘛哈，还是网络之前的。网络之前的好朋友。大家好，大家晚安。哇，我是林盛龙。是哦，我们的盛龙老师呢？你阮头拄仔在开讲哦，你讲算咱这个这个我们五股的歌友会上开始第一批，应该是迄团目前看的上老的啦。上出现在这里算上老的。资深，另外较老的还没。资深美少男，哎呀，资深美少女。但是回来感觉还是回来那种感觉还是跟十几年前一样，那种没什么。对呀、啊，大家都老朋友了，是不是？不是因为时间的关系会改变，还是那种感觉还是在。十年之前、啊。十多年有了。有哦，哈，嘿，差不多。我们是从三重正义本北路，从那边的。来，盛龙老师呢也有金曲，你几首歌？你也金曲几首歌？不多了，只有一首。不多，好，后来一首歌是没有没有。他老婆比较多首。老婆比较多。啊，你的歌名是什么？师兄的软瓜。师兄的软瓜。师兄的软瓜五个字而已。嘿，对对，YouTube 上面都可以搜寻到啊。对对对。啊，恁水某，恁水某的瓜几首？好像有四首吧。廖玲玲。对对对，春天啦。都在那。
是不是有一首那个跟我探戈的歌？探戈有啊。有。退路什么什么？进退两难吗？进退两难，进退两难。哎，你看，你看，哦，够不？一个什么什么什么恰恰的，还有一个恰恰的。哦，我们网络 YouTube 上面搜寻廖玲玲，好、哦，就是因水某，哎，两个歌就搞跳那个。都有了，都有了。交际舞。交际舞啊，交际舞。听讲你较早嘛有开班哦，教这跳舞。跳舞还好，还好。你有没有教过那种很真的？没有没有，就是指导啦，也不算开课了。哦，是是是。啊，听说现在盛隆大哥自己也有在开班授课，对不对？因为我在新北市政府的那个文化局有申请一个，就是叫雅贤综合艺术团。综合艺术团。有一个艺术团。成立已经快两年了，但是因为在培养一些学员，可能以后要出去表演啊，去做预演啊。拜贵上课，多礼拜几上课？那个上课时间礼拜三、礼拜六。礼拜三跟礼拜六下午。有一天对，都下午跳大概两点到五点。哦，赶快买起三点钟。然后其中有一堂课是礼拜四是欢唱。哦，开放，像以前我们晚上有一个翻唱。哦，是是，有开放让大家练歌。对对对对。哦，是是，嘿，啊，有上课啊，有练歌才会进步。你若讲上课拢无练，同款。对。有一天会开放给学生去练。有听没有懂？哎，一定要练歌。对对对对对。像以前我们在海科是这样子啊。对啊，礼拜天上课，然后每一组每一组每一天都上课不同的。一到六都有每一班练唱。一到六都每一组的练唱。嘿。所以以前你是哪一班？礼拜几的班？好像是礼拜五的。礼拜五，我记得是。啊，你们组长是谁？还记得吗？组长是我老婆吧？哦，是哦，玲玲姐哦。玲玲。好是哦，所以老婆带老公的班，是不是？好，非常开心哦。我们今天盛隆大哥，待会他还有第二首歌曲。好、哦，好，希望下一次呢，再邀请你的时候，要好好打一下自己的歌。好不好 ？OK， 嘿，好，非常谢谢我们盛隆大哥，先回去休息。